大台南生命线已经40岁啊，这几年来持续守护生命。为了庆祝这个时刻，大台南生命线协会特别举办慈济活动，现场会鼓励生命线40年来守护的成果。透过活动，也是希望传达生命价值。看过去，一个摊商有伫手商品的义卖，有失踪掠人，也佫有公益单位。这是大台南生命线为了庆祝40周年所举办的慈济活动，现场单位非常多元。去民众一起在行动支持善心活动，场面是热烈温馨。那为了希望让更多人珍惜生命、了解生命，所以我们办了一个盛大的活动。那现场有超过25摊的市集，还有各种的公益摊位。那这个场地是由我们的郭副理事长特别协助提供的，也很感谢各界支持公益的活动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持续的走下去，为更多人做服务。大台南生命线至今已经走过40年头，累积了80多位的志工。现场除了邀请协会志工分享过往服务的心得，也做伙敲响爱心锣，回顾生命线40年来历程甲成就。生命线今天也有做所谓的成果展的部分，那展示了我们这几年来执行的一些业务，还有我们的接线量。像去年我们总共接线接了7000多通。那相对的，就希望说可以造福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。那当然，这个数字不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件事。我们倒是希望我们的业务可以越来越轻松，接线量可以越来越少，这样代表说社会越来越祥和，需要协助的人越来越少。这场奇迹不只是大台南生命线对过去40年来感恩回顾，更是对未来的承诺。未来因将继续用爱甲陪伴。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再来希望和支持。记者沈美心雅区采访报道。